去、啊。不拍，快点，我不拍。开始。别拍，还没做菜，这那我就完事儿。什么事？哎呀，给大家拜年了！腊月小年，我得回家呀。百元的大钞，咔咔咔！这几年做生意挣点钱，回家就孝顺我的爸妈啊。有缺钱的没有？有缺钱的没有？姑娘缺钱呀？你嫁给我还差不多，没工夫跟你们唠了啊！我看我妈去了啊，妈。哎，干啥呢？你儿子来啊？你爸拍的小视频放网上了。好啊，哎，妈，你们俩都拍了啊？这是给 你穿的衣服，是不是前两天给你买那个呀？是啊，就是好看，对不对？好看吧？哎，妈，我告诉你啊，你穿这衣服跟贾玲一模一样。我爸呢？你爸呀，在厨房呢。我叫啊，老伴儿，老伴儿，哎，叫什么老伴儿？老爸、嗯、哎呦，哎，老二回来了。哎，爸，给您拜年。哎呦呦呦呦呦呦，行行行，快起来起来。啊，哎呀，来坐坐。哎，哎呀，这貂再弄脏了，好不好？好，就看看。啊，哎呀，这精神头。行行，现在身体倍儿棒啊。可以可以，放心吧。啊，喝点水，喝点水，倒上水，我去做饭去啊。哎，你回来。啊。做啥饭呢？你上哪儿啊？不是你不吃饭吗？一会儿爸，不是你坐，我跟你说啊，爸，你咋不明白呢？啊，我是有钱人啊，你们俩的儿子有钱，啊、以后不能老上厨房做饭，这哒哒哒传出去，我这脸没有地方放。不是你这有钱没钱不都得做饭吗？爸，你不许做了啊！以后给钱出去吃去啊！今天就是咱家厨房最后一顿。明天早起9点钟，我带人啊，把咱家厨房砸了。哎、说什么玩意儿？砸什么厨房啊？我爸，你不光厨房，都得换，换。我就得孝顺你二老，看那灯没有吊灯啊？埋汰不埋汰？埋汰了。换茶几不是大理石的，换。哎呀，这果盘啊，这必须得是纯金的呀，啊、换。这老太太这褶子，换。哎，行。换化妆品啊，妈，对不起啊，赶紧坐着吧啊，我先整饭去了啊。行，我的妈！哎呀，妈啊，你就跟我爸忙活忙去吧，看咱家厨房最后一眼。真是啊，那你坐着啊。明天我砸了啊，我去了。哎，爸妈，我俩现在回家过年啦。你早来了，我早来了。哎呀，你刚才你坐。呀！哎呦，爸，老三回来了。哎呀，太好了，我看看。哎呦哎，老伴儿快出来，你看看。老三回来了，妈。哎，老三来了。来了，快坐下，老三，老三。哎呀，你现在身体咋样啊？我身体挺好的，就是这个还是老毛病。这颈椎呀、啊，没事老就不舒服。颈椎还是不舒服啊、嗯！别管了啊！我给你推拿推拿。要，我在俺村那推拿功夫，把那老头老太太推了个嗷叫，是吧？哎呀！哎，老三，你可轻点吧。受重了？不是，你这坨太大，我受不了。爸妈，差不多啊，恁俩都上路吧。嗨。你会说话不会说话呀？什么就上路啊？咱们家忌讳说啥你不知道吗？啊，张嘴就来。不是，我的意思是赶快坐高铁跟我回河南老家过年。不是，不回咱家的规矩啊，就得在这儿，明白吗？啊，在这儿过年有啥意思？不是，回你家过年能咋的？咦，回我们河南去，我们河南的乡土气息，过年过的是文化。到我们河南去，那一望无际的麦子地，大戏台唱大戏，赶庙会，跑旱船，踩高跷，胡辣汤，糖葫芦，要啥有啥。特别是我们河南那个豫剧，哎呀，那个豫剧要是唱起来呀、啊，可以唱的你热血沸腾，七窍流血。我不至于，我唱、啊，我给你唱两句啊，听好了啊，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真的是唱一遍。
抢，你多有念味儿，唱的太好了，是不是啊？多好，好好好好好，你看给他唱的七窍流血。啊！我就流血了，我啊，老三，你稳当的，你咋不明白？爸妈东北人不爱听的豫剧，妈爱听啥？那还得说是咱东北的地方戏。那还得我来，咱东北人呢，有学生走上台，身把一躬啊，尊一声各位朋友，你们几个细听啊，感谢您百忙之中前来捧场啊，能不能从前到后来点掌声啊？这个老二唱的是特别好，这还好嘞，好，我来啦！哎呦，海海来了啊！哎呦，你来看看，来，我看看我，又长高了。你爸呢？我爸我丢了。嗨，怎么说话呢？这孩子，你爸那么容易丢啊？过来，一点礼貌都没有，叫人了吗？没。这是谁？奶奶。哎，这个呢？姥爷。这什么孩子？这是奶奶跟姥爷住得到一块儿去吗？啊，爷爷。啊，爷爷。哎，这个大爷。哎，这个啊，二师兄。啥二师兄啊？把我叫成猪八戒了！你这吓的，这孩子来了，一般见识，上量不整下量，文人武技啊！别说了，老四啊，哎。我看看，来啊，嘿，看看这双目现在是炯炯有神呐，还行吧。哎，对了，来海海过来，跟那个爷爷汇报汇报，最近咱们都练什么呢？街舞。呦，爸，嗨，您听见了？街舞啊！告诉他们，这街舞谁教你的？爸爸。听见了吗？我教的。您想想，那时候我连街都上不了，现在教孩子跳街舞，我都听不下去了。你看他还教孩子跳街舞，你看他长了个样，长了跟那鹌鹑一样，他还教孩子。我像什么？鹌鹑。你让大伙说说，我像鹌鹑吗？行啊，我是鹌鹑。那今儿我就让你们看看，鹌鹑蛋跳街舞。来，海海，爸给你放个音乐，跳一个啊，预备。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怎么样了？跳得高兴吗？啊，那他干嘛去了？该咱们差不多该上爷爷家吃饭去了。哎，这不就是爷爷家吗？我说是我爷爷家。这就是你爷爷家。海海，去上爷爷奶奶那儿去啊。我孩子不懂事儿，是不是你教孩子说的？人家什么规矩你不知道吗？啊，到这儿不能提别人家的事儿，你是不是诚心啊？以后不想来就别来，明白吗？我告诉你，我轮不着你拦我啊！记住我这话，咱仨的命是人家家给的啊！说什么呢？你爸那意思啊，叫你们过来吃饭。对，叫咱吃饭吧。好，来，坐。来，哎，海海坐这儿啊，挨着奶奶，挨着爷爷。来，海海。啊？吃什么菜？啥都吃。好，给你夹菜啊，爷爷给你夹。那，爸。少双筷子。这不少啊。少。六个人，六双筷子，不少啊。爸，还有俺大哥嘞。大哥都没了十年了，这筷子在这儿摆了九年，今年不摆了啊，吃饭。
爸，这筷子得摆呀，要不是大哥捐给我的角膜，我都看不见海海跳舞。要不是大哥捐给我的块肺，我现在还插住呼吸机嘞。爸，大哥要不把肾捐给我，咱四家人做不到这一个桌上吃饭。咱们这一家人呢，那本来没有血缘关系，哎，可我在你们身上啊都能看见我儿子的影子。所以啊，老三大口的呼吸呀、啊、你替他也多呼吸几下啊。中。你爸，老四你去多看看，替他看看这世界现在是什么样的。老二，爸你不有劲儿吗，你也替他去好好的折腾。所以啊，你们仨呀都得好好的活着，也要替我这儿子好好的活着啊。吃饭，走。观众朋友，截止2018年11月，我国累计已经有800,000人志愿捐献器官，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我们今天这些演员想用这个节目向所有志愿捐献器官者和他们的家人致敬。